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，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，坚持斗争，一定要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。村长，准备战斗。你想干嘛呀，爹？你怎么那么没劲啊，你？在下不属于任何门派。欢迎欢迎，小顾，快点！爱情是最不可能的东西，我相信你，我把命都交给你了，就算还得跟我动手。大棒小伙子，大棒小伙子，好久不见。我的小兄弟这次好久见，我可以聊聊天，好好好好好，哎呀，行行行行行，哟，这就分队了，这意思已经分队了。小兵，快点，自己傻傻的，自己不知道吗？自己傻傻的，知道吗？我跟陈姐。